27日上午，台湾综艺《我爱偶像》在首尔上岩洞进行录制，邀请女团 La Bong 和达伊亚出演节目。La Bong 首先现身，六人穿着短裙，露出修长美腿，配上精致脸蛋，十分吸睛。达雅九人随后进行录制，不输La Bong的美貌，让人目不转睛。